社会内底所欠缺物件。但是乌克兰内底呢，那有中国国民党呢，就算有十名，这个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嘛，无法度人团结到这个国家啦。自建书以来，国民党诶，就开始鼓吹了失败主义，来散布着投降的气氛，为侵略者来合理化乌克兰的请靠是向外，国民党的请靠是向内啦，处处来做独立，做这个敌人威风，故故来灭家己的士气。上啊到前总统马英九，下啊到国民党的立委，包括吼遮的政治媒体，拢总是安尼。种种作为，拢导向吼未见新导航，唔甘牺牲着性命哦，不惜啦吼，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吼，来配合着中国共匪的利益。泽伦斯基呢，是一个政坛的菜鸟啊。外界拄打开始的时阵呢，拢一直看随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啦。认定讲，一名演唱会剧的演员，你是要安怎样啊？吼，面对着这个俄罗斯吼，这只大怪兽，诶，这个无情的飞弹的攻击呢？这到尾啊，吼，这个啊，唱会剧的演员吼，绝对会演出吼一场悲剧出来啦。无想到，讲这个泽伦斯基煞演出了一部吼波澜壮阔的这个史诗就对了啦，予艺人受到尊重尊敬。面对着生死，这名艺人总统呢，拒绝美国安排伊逃亡啦，来选择甲伊的这个人民甲伊的这个军事来徛做伙。对内呢，伊嘛来团结着因这个国民的意志；对外呢，伊感动了各国的领袖。到尾啊，伊甲人民做伙感动了全世界，真侪国家因为伊安尼来改变立场，连这个上届公理的五六届嘛，拢跳出来制裁俄罗斯。伊一人发挥的影响力就对个啦，相当等于十个军团。如果啦吼，那票选当代上伟大的艺人啦，绝对是现任的乌克兰总统啊，这个泽伦斯基。绝对是伊目标啦！好莱坞的艺人正加俄勒国际的领袖，甲伊惊咧。但是伊讲我唔是偶像，乌克兰才是偶像。自由世界因为伊安尼来团结瑞士、芬兰，嘛因为伊来抛弃着中立，啊，佮有即个战争过后，德国嘛因为安尼变甲正坚定。伊予世间人体认，面对着侵略吼，无人应该置身事外。就算讲吼啊，这个乌克兰诶首都基辅沦陷嘛，乌克兰嘛会继续吼拍游击战，予这个俄罗斯永远无安宁的日子通好过。因为乌克兰的战火，台湾被国际来关心注意着。蓬皮奥更加是风雨故人来了吼，风雨故人来了吼。可惜，足拄好，昨昏伊接受着蔡英文总统吼，伫咧颁证勋章的时阵呢，台湾突然间甲你发生了大地动，这时机实在真抢手。咱台电的内部到底啥物人伫咧变鬼变怪？监察院甲检调应该好好做调查。美国总统雷根呐、这是前总统雷根呐、吼。伊瓦解了苏联，现任诶，即个乌克兰总统呢，泽伦斯基呢，和普廷变成了世界诶公敌。苏就是苏联啊，即、这个苏联甲俄罗斯诶两大棋星，拢总是艺人出身呢，包括雷根，包括吼、泽伦斯基吼，拢总是艺人出身呢。会当看到苏在认为艺人嘛会当变成了伟大的人物。由此咱来个看咱台湾的艺人，若有成就，就往中国吼去跪拜、去发展，趁这个吼、这个人民票就对啦，并不是罪恶。
那背骨国家，这是吼天理难容。有条一一日就对啦，必须要做好啊。选择的时阵，咱台湾的艺人，你哪有泽伦斯基的万分之一的道德勇气，你得回来甲台湾人徛做伙并肩作战。这是因为这个中国钱就对啦，有伊的价值的固定，但是品格是无价。也因为生命吼是短暂的，名誉是永久的。普京被国际运动组织呢背掉了两个英语的头衔，伊个人受侮辱，连累着吼伊的运动员，各项的运动组织呢对这个俄罗斯吼来下达了禁赛令啦。国际运动品牌嘛出手来制裁俄罗斯，如今什么人敢讲运动归运动啊？同安尼，让我想起着迄个溜冰的国手叫做黄玉婷啦。乌克兰杰出的运动员，无分老人、囡仔，无分查甫查某，拢以报国为志战。咱搁再甲看台湾这个黄玉婷的轻浮邪气。完全无国家观念，台湾、乌克兰差别遮尔啊大，真正是天会当看到可怜呐、啊嗯。台湾的艺人、台湾的运动员，每一道若遇到要互人糟蹋的时阵，遮我是讲吼，少数的少数啊，就跳出来讲无啦，运动归运动啦，啊卖含政治甲做伙啦。啊，佫有一挂人吼，安尼就吼替伊讲话，讲哼，啊，人咧训练三四等啊，为着就是囡仔囡啦，包括艺人嘛，同款少数的艺人啦，就甘愿吼去遐做狗，安尼去遐咧共装，安尼就对啦。啊，去用糟蹋伊嘛，要洗完头，倒来骂家己的人不是，来讲吼，伊的祖国中国外好，拄外好，袂当得失着，真正差较济。泽伦斯基艺人，雷根嘛艺人啦。啊，这个未比一啦，这个提起来甲小比就侮辱着人迄个，无影啦，无影啦，无影无影哈，侮辱点点去啦。啊，这个艺人因本身家己的选项啦，运动员的选项，迄是因个人的问题嘛。但是咱来政府本身对因来讲一点办法都无啦。啊，咱大家就咱谴责了，就亲像联合国谴责俄罗斯，要求俄罗斯来撤军啊，啊哪有路用？你甲谴责的哪咧谴责的？伊照常做伊的啊，对不对？拍还是咧不咧拍了对啦哈，所以。要约束一个人，除了道德上的约束以外，嘛是要有法律上的约束啦。是，哦，法律上的约束。头下咧讲迄个黄玉婷，迄个溜冰的迄个啦。嗯。伊就伫咧要出场的之前，已经做出着违背台湾的代志啊。啊，咱嘛是搁赶快去牙医机啊处理啊，吼，去代表性去牙医机啊。啊，你要讲咱要甲谴责，要是要谴责啥？吼，安尼到底是要谴责啥物人？对不对？吼，啊，所以这个。对啦，啊，这个乌克兰有乌克兰人因的迄个思想吼，啊，要保护应该是乌克兰的国家。不哩个俄罗斯即马，听讲开始咧采取着迄种就是啥等级作战。嗯，俄罗斯、哦。哎，用包围的等级作战了，对，而且是无差别的轰炸呢。等级作战对伊来讲，愈败啊，无了。对，嘛无，但是伊种包起来。经济制裁，等级作战为的是。这场的中间的伊个经济啊损失偌大，讲最严重啊，非常严重。未过过一个啦，对啦。啊，你唔看人民要何样呢？无，人民大家即马个咧，都已经在咧反战啊，哦，是不是？其实反战的无济。啊，对啦，但是当时为了声音出来啊，对啦，新闻是特别去甲报一下反战的人，对啦，吼，但是多数。多数的俄罗斯的人，包括艺人啊，包括运动员拢无反战的，吼，安尼吼。无见这另外一回事，这篇文内底有写着。台湾啦，一挂台湾派，好、对不对？对啊，好有比例安尼咧讲就对啦。讲心向中国，味真心导航啦。我咧讲就是讲，唔是味真心导航尔，早已经就导航，早就导航去啦，系啦。免发动战争啦，中国免发动战争，味真就先导航啦，即已经早就咧导航中国啊，中国即马会怕嘛？啊，即个人。这些人拢是替中国讲话，啊！你闹台湾的政府嘛，要有政府倒台嘛。这已经早就未见新导航啊！对，这些人啥，大家拢知影嘛。啊！你国民党就哪下啊？对啊，对啊，挂不掉。哦，对不对？这旁的呀，哦，对不对？台湾个比那个不如，比那个就啥？台湾红，乌克兰。乌克兰。比乌克兰个不如了。这人早就已经先导航啊，迄个唔是一挂尔，唔是几个啊尔，唔是几啊，迄是几个党，
全部拢总投降为中国去。嗯嗯嗯，这是足严重的。嗯，台湾时候建起来到地中国这内底的这动啊，要搞什么？也然后搞的情形是要扫些啥？啊，这就是甲乌克兰打开始的时阵嘛，伊咧亲俄罗斯的势力，是啊，本来占要甲三成，啊对啊，乌克兰哦，啊人买起来啦，啊结果打起来了，奇怪，这亲俄的势力全无伊，全无声音去了，对啦，吼，啊呀，人到底是新闻无甲报，还是安那样啊？啊，乌克兰是，报掉新闻是乌克兰真合作呢，对对对，报起来是安尼对啦，真合作呢，到战争这关键的时阵，乌克兰讲对。俄罗斯有好感的人，嘛是你今仔侵略我，我的家庭，我的一切，我的爸囝，我的家庭全部财产拢伫乌克兰呢，唔是伫你遐呢，对不对？你要侵略我的中国铁路，我哪有可能去下？但是台湾这国民党啊，这人哪这人，伊都袂想遐嘛，就讲就是安尼嘛。啊，咱就当口头恳请你。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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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嘛是直接讲呀，啊，讲过就刷机啊，讲过就去刷机啊，是不是安尼？吼，吼。有影啦，李建新大王呢，迄是国民党啊。但是这批头啊，后年咧读的时阵，伊有讲到昨迄个停电吼。那这个作者伊是认为迄个停电无单纯的。嗯。哦，伊是认为这个停电是。这是种猜测啦。系啦系啦，讲这个停电爱查清楚到底，因为即摆已经确定是人为的疏失嘛。咱台湾大停电，我若无记唔到，全部。正正后后带好四道，一道你定位咧即种的时阵，迄道袂讲就电塔规矩乱倒，造成南北大停电，那是国民党即种的唯一道。民进党即种、蔡门即种连续即道已经第三道啊。去年的五月就已经发生两道啊，五月十七、五月十三、五月十三、五月十七已经发生两道啊。今年又搁一道拢大停电。你定位迄道之前个时大停电是电塔规矩倒落，遐规个电线拢拆断去，遐无话讲啊。但是这道个大停电拢含发电厂有关，包括吼所有个新达工。啊，所以今仔日吼曾荫宏啊记者伊咧质疑讲，较奇怪，拄拄啊和庞皮欧咧，庞皮欧伫总统府底下吼接受着蔡英文咧敬上伊这个勋章的时阵就对啊。怕是讲蔡英文要来做这个四线连接，要四线连线啊！定啊！因为是安尼要安尼做，因为潘皮奥伫咱台湾的人气有够旺的，对啊，足受到咱台湾的敬重。对不？外口也是有啊。结果拄我来到这，无多人四线连线。嗯。我当起当年曾荫宏记者也这期啊，腿残我就开始这期搞到今麦卖讲曾荫宏记者的这期啦。我咧想嘛，足侪台湾人的这期啊，讲你家己。这不是讲台电的主管哦，像当时电话上种种，迄已经辞职啦，哎呀，哦。不是讲落来尔啦，就这应该政府好好去查看嘛。到底是有影机械故障，吼，还是讲有？无，即马人为因素。即马查出来讲人为的因素。人为对，无即马操作的问题啊，是安怎样？人为的因素足侪种啦，调个咩变哦出问题，迄嘛是人为啊。啊，你有当时啊，中央第一条变了唔好势。嘛是种人为的因素，吼，安尼，啊是迄个到底是机械问题，啊那人为因素都在操上些吼。对啦，这个操上的靠遐拄好个。有，靠遐拄好个，吼安尼吼吼。啊，好，这件代志，就即马政府要求讲，爱即个就做啥，提出完整的报告，加迄个做调查。啊，当时就像迄种落台啊。对啦，对啦。用时机啦，用时机啦。有，好，感谢0800-0500-66。办吼，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我相信就对了吼，这个代志伫个台电内底在咧操作的就对了吼。心内台拢有数啊，这真要机械有出问题无？什么种种拢心内有数啊。因内行的，因内行的嘛，对不对？咱外的去遐看嘛不好啊，对不对？爱组成一个内行的团队去遐甲调查，到底是安怎？那迄一工怎形容啊咧？咱电台是无要紧的，但是重要的就是讲啊。潘皮欧甲蔡总统，你是是，伫咧办迄落迄个时阵，小龙拢定个啦。这是一个足严重个卡合了，对。昨即个停电，南部七个科学园区有无？全部拢停电。对啊。
我讲迄孙孙是咧惊死人，迄足恐怖诶。头家拢会酸咧，咱是无做节目尔，一工一几点一点外钟尔。哎，半点钟无节目尔，无节目尔咧。因咧是规工停电落去到地，即营业诶损失真正是足恐怖。恐怖诶，迄惊死人诶，对。所以这是卖个落台尔，爱个操上咧，操上咧，确实是有影认为。他是的孙子来寄来，真正各种。这一定要王姐交代吼。是，好来好，感谢。进一个广告，下面再个倒转来吼，0800-0058-668，信达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吼，来感谢。我是安尼啦，我是迄个新。